部电影《佐罗》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其中扮演佐罗一角的法国演员阿兰·德龙更是让很多人记住了他的名字。但是日前77岁的阿兰·德龙身体状况却不太理想，因为心律不齐，阿兰·德龙被送入了巴黎一家医院接受治疗。最近有消息称，他还将会在该医院接受心脏手术，并仍将留院观察。